酒业里面的话呢，这边有一个叫庄生哈，那这个是之前上过我的课的一个学员他写的啦，哦，啊，他这边有把那个VBA 怎么抓这个 JSON 资料，他有整理出4个版本，哇，我觉得真的是他真的还蛮认真的，他当然他上面写的内容我觉得都还蛮扎实的哈，那刚好他最近。诶，上过我的那个 Python 课，我发现他也把我上课的那个 Python 内容也全部都整理到他部落格上面。那其中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哈，他那个我直接连接是版本4啦，不过他其实前面还有版本，这个应该版本1、版本2、版本3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他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做那个各种版本、各种方式的整理啊。哦，那当然哦，因为这个是我最早上课的时候也有提到，怎么去做这个 VBA 转这个 JSON 哦啊，因为他刚好有上过我的课了，他拿我的范例去做一个整理，那是第一个方法。不过我有讲过，最早当然我有试过用那个，哎，自己切那个资料，不过我发现切那个资料哦，最后。诶，虽然我们自己写 OK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拿来教学哈，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说，应该是会觉得还蛮头痛的，因为程式有点小复杂，哦，因为里面有中括弧，也有大括弧，而且每一个 JSON 档案的大括弧跟中括弧的规则又不一样，所以变成说你要自己能够写一个程式，诶，去判断说到底你要的资料在哪个地方，并且丢给你的程式去跑，而且能够没问题，那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他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啊，这个我想有兴趣的同学哦，也不妨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而且我觉得它里面写的一些观念都还蛮好的，比如他引用一些外部物件哦，这里面比如说他引用这个叫 XML HTTP 物件，那这个物件是做什么的？那其实每个物件都有它的主要功能啊，这个功能主要是抓网络资料的，OK 哈。那至于要怎么引用，其实网络上引用外部的物件方法很多啦，不过我用的比较多是用 create object，好，在它里面其实有提到啦，其实它这个 create object 好处就是哦，你不需要再去设定引用项目，好，不然的话你还要再引用才能够 work 哦，我觉得很麻烦啊。这个也许你们自己再稍微看一下，它里面提到第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切割。那这个切割的程式哦，其实是我上课讲的，但是你会发现哦，写出来之后的程式，诶，你就变成说要用很多这个先用什么？先用 replace 把不要的去掉，再用那个切割 split，然后再用回圈哦，把它全部跑完。那跑的过程当中呢，又必须再切割，哦，然后呢，再到程式里面再做逻辑判断，当然也不是不行，可是会相对比较复杂，OK 哈，所以它是先把资料抓下来，然后再做切割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不需要用其他的这个，哪怕它没提供给你这个汇入的功能，你也可以自己写出来哈。哦好、哦、啊，其他的话还有它的方法二，不过它方法二哦，我不知道它那个细节部分呢、啊，我是建议各位可以稍微阅读一下，它提供很多个版本。那我干脆讲最后的结论好了，因为最后的结论呢、哦，我发现哦，其实哦，如果要简单哦，还是找一个人家已经写好的套件或者一个模组，你直接拿来用应该是最快的。所以呢，后来我发现哦，其实在网络上面哦。有一个，哎，这个其实你们可以练习看看，这个是我自己写的，光要切一笔资料哈，就已经写这么多。那如果你要切割全部的话，你要写这么写更多，还没写完哦。所以后来我就想说，如果我光讲这个程式哦，哇，我恐怕讲3个小时都还没讲完，倒不如后来找到哈，网络上有没有人写好的，直接拿来用就好了。所以哦。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找找看啊，后来找到一个印度人哦，他应该在美国当工程师吧，他就写了一个叫 JSON Converter 的BS 一个模组。那我们其实直接拿来用就好了啊，
OK，而且我后来 try 了一下，我发现OK 没有问题，也很好用哎。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要切割这个怎么讲它的结构的问题了。只是说你还是必须要先把前置作业先准备好，然后把它需要的资料丢给他，他就会帮你把你要的结果输出了。好啊，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底下有一些可能需要准备的啦，包含就是说你需要把它的这个模组加进来到你的专案里面，这个第一个必要。OK，那至于说它的模组在哪里呢？这边有个连接，就是这个连接。哦，这个连接啦，里面其实也非常非常精彩哦。OK，就是它这个网址哦，它的这个网站名称还蛮好记的，叫做 Coding is Love。哇，这个网站名称取得真的是。完全没有办法让人家可以把 coding 跟 love 联想在一起，也应该意思说他非常热爱这个写程式。后来看他好像也有那个 YouTube 的频道，看了一下哈，因为他讲话的腔调应该是这个 OK 哈，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自己再连进去看嘛。我看看他应该是比较像是那个。印度吧，我不确定哦，看起来像印度人，他腔调有点比较像印度人。这个有兴趣的同学自己也许自己再去看一下他的频道里面，那他有一些 step 啦，哦，就是怎么做，而且他这边有一些动画，你就照着操作就 OK 了，哦，然后呢，甚至可以把他有个 sample 的网站，他这个 sample 网站在这里，他有一个是 import JSON to Excel，然后呢，这边他还提供给我们一个。就是 JSON 练习的一个 API 连接在这边，哦，你可以点击它之后，可以看到它这个连接哦，已经告诉我们哦，将来我们要提供给它的资料哦，一定就是一个串列，啊，一个阵列了哦，应该 Java 里面应该是阵列哦，就是冬瓜阿胡，然后呢阵列里面呢就是。一笔资料呢，就是一个大括弧，然后一个 key 冒号 value 逗点，所以这个是第一栏、第二栏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总共有12个栏位，然后分别有 key value，那有这么多资料，所以如果我想要把这个资料抓到我的 Excel 的话，那你必须要按照它的步骤再分别完成，那你资料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。它就这样按下去，资料呢就自动汇入了。那要怎么做了哈？我大概试一下，因为它主要，你们可能要注意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。第一个的话，你就是，开一个空白的，OK 哈。那或者你直接拿这个好了，我直接开一个空白的工作表，然后呢，你在 Visual Basic 里面哈。第一件事情呢，请你在这边按右键插入一个新的模组。那这个模组的话，当然你可以用汇入了，像它这样，或者是说用我直接帮各位准备好的，因为这边其实这边有一个汇入有没有？这边有个连接，你点击它这个就是它模组里面所有的程式码。那我觉得啦，应该大家比较容易一点就是 Ctrl A、Ctrl C 吧，所以你就 Ctrl A、Ctrl C。哦，然后直接贴到刚刚的那个新的模组，Ctrl V 贴上就可以了。那主要就是我们就会有模组这个它的那个什么这个 JSON Convert 的所有的方法。那这个名称要不要改？我印象中不改没关系，反正你贴过来，它所有方法就有了。但是开头这个这个有 attribute 这个红字你可能要把它删掉，把它 delete 掉就可以了。哦，或者我干脆直接把那个我这上面这一行，因为这一行好像会出错，所以把它 delete 掉。好，你们 Ctrl A、Ctrl C 过去，Ctrl V 贴过去就 OK 了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你在这个地方设定引用项目，记得你要引用一个它需要的一个物件。好，这个物件的话呢，名称就是叫做。它这边有提到这个地方，叫做 Microsoft 的 Screen Runtime 这个runtime 了所以你就是
找到这个，那把它打勾，然后利用它提供的程式哦，那你就可以把它乱乱看。这个应该按照英文字母排在这边 runtime 把它打勾 ，OK， 然后再把那个底下的程式贴上哦，那你可以乱乱看，基本上它就会把它的这个提供的范例哦，哎，就可以直接呢抓下来。如果你它这个范例，如果你都抓了下来的话，那表示说这个应该就可以 work 了。OK， 把它 Ctrl+C 好了。OK， 理论上应该就 Ctrl+V， 把它贴到我们的 Module 1哦，不是 Module 2啊，里面就把它贴一下。那如果这个 OK 的话，我试试看啦，可以抓它提供给我们的那个 JSON， 如果抓得到，那表示应该就没问。哎，那我这个哦，理论上应该执行可以啦，不过我的那个聚集好像有点问题，可能要重开一下。这个活页部了哈，那所以细节部分，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哈，不然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所以回去，请各位试着把刚刚提到的那几个方法，庄生那个同学哈，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延伸性的兴趣的话，那不妨哦，可以再去了解一下。OK， 好。